接下北区国税局赠送的台华窑瓷瓶新陶瓦斯荣获今年度绩优营业人殊荣，能从北区国税局辖区内超过54家营业人当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绩优营业人及使用电子发票绩优营业人一共有136家、那占本辖区、所有营业人54237家的比率、获奖率只有2%。那所以真的要脱颖而出也不是很容易。尤其新陶瓦斯在104年导入电子发票机之后，于去年开出214万张的发票，全部都是云端发票，更是所有营业人当中的翘楚。那他是在104年那11月2号就导入电子发票这个的机制那落实这个节能减碳爱地球这个政策。那尤其是他们在去年整年开出的电子发票有241万余张那是100%的这个是云端发票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在地经营50年，是全国第二大的天然气公司，新陶瓦斯也投入许多公益活动，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值得所有营业人学习。记者刘雨婷、吴永淳，桃园报道。